万事的，我们也没有想到会这样，小姐不知道怎么闯进去了，现在被廖省辉绑着，这该怎么办？老板那边，这件事情你们先别管，我去看看，就这样。 曼奇，曾家杨想自己一时是走不了了，这个难缠的女人怎么对自己就是不死心呢？但她想不到，曼奇是乔汉生派来的，而且就是冲着她来的。来，放松一下。嗯，林小姐很闲啊。有吗？ 我可是刚跟你一起完成了一个手术啊！老大说等他过来再说。也是，咱们这样冒险行事的话，把小姐弄出来，万一出了啥事儿，也没法交差。老板太宠她这个女儿了，什么都不让她知道，弄得咱们很不好办事儿。说真的，你真的很了不起。 林小姐，你来医院也有3个月了，医院里一半的男人都想跟你约会，可是你从来没说过自己从哪里来。你越是神秘，就越让人感兴趣。你越让人感兴趣，我就越是对你没兴趣。 傻小子，还在自作聪明？你的事情我们是清清楚楚。哎呀，哎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伤害你的。 误会，误会，误会！我现在还不能放你走，因为你一走啊，你就会去警察厅报案，对不对？不是，你嘴上都不答应，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会啊，到底会还是不会啊？不会啊！你答应的一点都不真诚，谁能信你啊？我妈从小就教我。 女人答应的话，她不能信。我怎么看你这么面熟啊？嘿，想起来了，你是曾家阳的妹妹。哼，你以为我是他朋友？错了。 意思，小姐，快给我！这事儿怎么能劳烦您亲自拿呢？我看阿姨胃口不太好，先给她做点清淡的，顺便陪她聊聊天，也好。自从少爷出事以后，太太她整日只守在少爷房间，这几日头发也白了不少，老爷又在外面为了少爷的事奔波，太太这边就照顾不上了。你呀，就多陪她说说话也好。嗯，好，走吧。 沈辉，沈辉，阿姨，沈辉君不会有事的。少爷从小到大吃了不少苦，他10岁那年啊，就被贼人绑了去，整整找了5年都没有找回来。老爷和太太都以为少爷没了，多亏了老天爷，少爷还是找回来了。没长眼呢？沈辉啊！怎么走路的？沈辉啊！
我的儿啊，我的孩子啊。这太太呀，是担心少爷跟当年一样，当年是丢失了能找回来，可这一回是犯了人命案呢。哎呀，这少爷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呢？没什么，会好的，我们走吧，让他好好休息。这是少爷小时候画的，自从少爷失踪回来以后啊，他性情就变了很多。玉子小姐，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？啊，我没事，可能是太累了吧。我先回房间了。哦。伸手不管。天津特务处兵强马壮，乔汉生知道这些飞檐走壁的高手只是想通过廖胜辉找到自己，在找到自己之前，廖胜辉是不会有性命之忧的。上哪儿去？接着跑，还背着个壳，跟个乌龟似的。再给你塞严点儿。我建议你啊，背着这床一块儿跑。耶，腿还挺长，走。去百物局找我，不要告诉曾庆海的人。乔万生，你躲什么？我就在这儿等你了。Thank you.
你完蛋了，我刚刚给警察局打电话了，他们很快就会过来。我觉得呢，你最好现在赶紧把我给松绑，我可能待会儿会帮你求求情。算你聪明。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啊，你要干嘛？我本来是想放你走的，既然你这么配合我，那你就接着配合吧，正好出去还能给我当个人质。人质？对，人质。啊，我看你就是就是什么？跟我走吧。哎，快点。喂，和平街32号啊，地址我知道了。这事儿就不用你们警察厅去了，我会派军警直接抓捕就行了。好，就这样。这是廖生辉的藏身地方，你马上带人过去，记住。我不想看见这小子还活着。去吧。深感自己与这个地方和影像中的人有一种割舍不了的关系，他决心求证这一切。哥哥，你刚才在想什么？竟然分辨不出我的气息。如果我是敌人，你已经死了。对不起，哥哥，我最近总觉得怪怪的，脑子里面总会有奇怪的画面。我是不是来过天津啊？我对这儿的一切都很熟悉。我是不是在这交过朋友？还是说我……是。在你8岁的时候，父亲的确是带我们来过这里。那个时候，有可能你和几个同龄的孩子一起交往过，所以有一些模糊的记忆。回国之后，你就大病一场，把那些事情全都忘了。听哥哥的话，不要再勉强自己回忆，那些事对你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，而重要的是拿到玉玺，完成你的任务。嗯，但是这次任务又横生出很多枝节来。会长对于黄粱梦毒杀林雄的兴趣远远超过了找玉玺。哥哥，有什么动静吗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暗部的人整天盯着廖胜辉的藏身处，一定会有所发现的。还有，这次你潜伏在廖胜辉的身边，做得非常好。或许，等廖胜辉这边的事有所了结，我就可以请求会长早日安排我们回国。所以，按照惯例，胜辉军这边事情一结束，会长就会下令把他杀掉。那是当然，记住，廖胜辉留不得。玉子小姐，玉子小姐，怎么了？玉子小姐，你呀肯定是累着了，我给你炖了一碗参汤，你呀赶紧趁热喝，待会儿啊早一点休息啊，我走了。别紧大呀，你给我老实点，我告诉你，我数3个数，1、2、3就跑。一，哎，
谁让你跑的？我不数到二了吗？啊！再说你能不能消停点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有枪，还有炸药。你说你有炸药，我就信啊！啊，我就信吗？你摸摸，有东西吗？我没骗你吧？你不配合我，咱俩就一块玩完，给我老实点。再数三个数，一块跑啊！嗯，三。哎！救命啊！救命！哎，站好了，站好了。放手！要饭，放手！滚！看看这群王八蛋，小爷要是没事，我早一枪崩了他。要说跑了，上面对这事儿还挺重视。哇，这前有狼后有虎的。哎，快走快走，走进去，快点进去。来得好不如来得巧。哎，廖少。我的事你都听说了吧？你是我最好的红颜知己，我相信你不会出卖我的。我当然不会告发你，不过这样算不算窝藏逃犯？我是被冤枉的，你认识我这么长时间了，我是什么人你还不了解吗？我也觉得你是被冤枉的。哎，那就好办。我告诉你啊，事情是这样的，老大，我们中计了。我知道了，廖胜辉已经跑了。那小姐，不用管，廖胜辉已经把他带走了。那家伙还给我们留了份小礼物。这个对手真是不简单。怎么会跟丢？我们上当了。那么，分头行动，谁先找到？通知大家前往会合。是。我一醒过来，林行就躺在我旁边，我就成杀人犯了。我觉得所有这一切都是乔汉生安排好的，要不那个古玩拍卖会他怎么会教我做那个主持人呢？我又不认识他。对。所以啊，我想利用你在天津卫这些关系帮我查查这个人到底想干什么。好。他很不严谨啊。此地不宜久留。长官，您要说天府先撤了。见过这个人没有？走，快点。没见过，没见过。如果见到这个人，马上给警察厅打电话。是。派人告诉左三清一声，让他的人都给我老实待着。我曾庆海的女儿要是少了半根头发，我保证他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的位置连半天都坐不了。是。你太掉以轻心了，不但把人给弄丢了，还把若兰给搅和进去了。是我大意了。若兰是你故意设计进去的吧？嘉阳不敢，不敢。哼，你有什么不敢？我看你都要一手遮天了。若兰上次遭绑架之后，我告诉她，如果再遇到这种情况，沿途要留下记号，让我们的人去查一查。是。那个人留下的。传国玉玺，而且他很清楚我们在找什么，所以我们走的每一步都被他牵着鼻子。你想玩？好，我就陪你玩到底。这个不是自然生长的吧？当然不是了，是我在一幅画里看着的，觉得好看，就回来自己试着弄。也不知道弄死了多少颗才长出了这么一颗，怎么样，有点意思吧？好像那些孩子。孩子？什么孩子？没有人在乎他们的生命，随随便便的就被人改写了自己的命运。你净说那些让人听不懂的话，人家还以为你疯了呢。有时候啊，我也经常问自己，这样有必要吗？这几天呢，明里暗里，到我店里探头探脑的人还真不少，都是为了你那批敦煌的文物。怎么样，
给个价吧。随便吧。怎么能随便呢？我还是给你找几个懂行的人好好的估估价啊。说了随便，这只是个饵，把大鱼引来就行了。没猜错的话，这也是你老兄的杰作吧。别说，我还真挺喜欢这个小鬼呢，有点初生牛犊的味道，四处出击。你放心，他不会有事的。我只是想让他把这滩水搅浑而已。联络员的情况非常不稳定，要按我之前吩咐的，要按时吃，不能停。蒋大夫，蒋大夫，前一阵子多亏你妙手回春，既然我们在这里巧遇，不如一起吃个便饭吧。好，请坐。我刚刚见过廖胜辉，他被栽赃的来龙去脉都跟我说了，玉玺、黄良梦都牵扯到这个乔汉生，他制造了一堆事端，又鬼鬼祟祟不冒头，真的不知道他到底想干什么。现在，我们只能看廖胜辉能给我们什么答案。联络员的情况非常不好。缺医少药的，我看他还得赶紧送出这儿，转移到咱们掌握的医院里进行治疗。好，我来想办法。真是遗憾呢，这次联络员来帮我们在天津码头建立交通运输线的计划，只好往后推了。你干什么呀？你不是想跑吗？跑啊！是跑啊，走啊！跑！哎哎，回来！哎呀，咱俩现在靠在一块儿了，你跑哪儿去啊？能不能讲点配合呀？你喊什么呀？他们就是要抓我的。谢谢啊，廖胜辉，你给我站住！救命啊！站住！救命啊！快快！救命啊！我是人质，我还在你手里，我还喊着救命，他们就敢开枪。看见了吗？这帮土匪啊，根本就不管我会不会撕票。还好我带了把枪。哎，别害怕，不是冲你的。硬币，好像打中了。你这把小破枪能打几个人？你把你那个巨大的一直威胁我那个炸弹，炸他们呀！哎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哎呀，这个只能管饱，这不能炸人呢，这个。后果就是这下场。哎呀，我也没想到事情会闹成这样。要不我放你走啊？你赶紧离开吧，这太危险了。那你呢？我去引开他们，你待在这儿，肯定安全。不行，那你为什么要现在放我走？之前不放我走，偏偏要现在放我走呢？你是不是让枪下傻了？难道你要跟我一块送死啊？你赶紧走吧，啊，要不然有生命危险啊！不是，你是不是真傻了？又把我铐上了，钥匙都扔了。外面的人听好了，我是天津商户会长曾庆海的女儿曾若兰。
看清楚了吧？曾会长，你不会不认识吧？你们左副司令也要看我爸三分薄面呢。我现在被这个杀人犯廖胜辉给挟持了。你们现在谁再敢乱放枪，被我爸知道了，后果你们是知道的。你们后果是知道的。别开枪，别开枪啊！太仗义了，没去点啊。往后退，退！统统把枪给我放下，放下！放下！放下！打死！放下！放下！走，退下来。等会儿。嗯。把我项链还给我。还有那个后面车钥匙。嗯。你坐里边干嘛下来？我告诉你啊，都别乱动，乱动我一枪打死，你们都得陪葬，知道吗？没想到你还真挺仗义的。哎，我有事问你啊，你不会真的是被冤枉的吧？当然不会了，我是正经的民国冤案之一啊。你真的没杀那个纵火犯？杀人？你看我像有那个胆的吗？也对，看你那样也不像。这不就完了吗？站住！哎，那什么，咱开快点。怎么了？朱医生来了。啊！你们给我站住！天天蹲守在百物居，就盼姓潘的老狐狸能透露点乔汉生的消息，结果连个屁都没有。我这比要饭的还可怜呢。要不你我换换，你去找大小姐，我来打听消息。嗯，不用。百物居奇珍挺多的，长点见识也好。这日本鬼子在咱们后边追得挺紧，看来对这玉玺也是志在必得呢。报告，发现廖少和小姐了，他们和左三清的人撞上了。什么？廖胜辉绑架了曾会长的千金？对。报告，进来。司令，廖胜辉用曾会长的千金做人质，我们不慎让他给跑了。不过，我们正在全力搜查。多派人手，全程搜查，确保曾小姐安全。是，司令。慢。左副司令。我们老板的意思是，您若把廖胜辉逼急了，恐怕对我们小姐是不利的，所以，请您把搜查的人撤回来。撤回来？那撤回来怎么能救曾小姐？只要别人不添乱，我们老板自然有办法。左副司令，万一我们小姐出现什么闪失，好吧。把派出去的人给我撤回来，停止对廖胜辉的搜查。是。哎呀，奇怪，跟着小姐的暗号到前面怎么就没了？你们先回去，这事儿先不要告诉我父亲。那老大你走。来了。
不过比我预计的时间要晚了点。特别好奇，所以想试试你在我面前到底隐藏了多少实力。你上次有机会杀我，最后为什么放弃？我不杀任务之外的人。可我已经知道了你的秘密，你就不怕我告诉廖尚辉？况且我觉得你也不会杀死我，这种感觉很笃定，真是奇怪，为什么？干嘛要跟着我？跟着你可以找到廖尚辉。就这些。哎，掌柜的，你们老板呢？我有急事儿。找我们老板？啊，你是来找他的吧？哎，果不其然，你跟他有关系。他人呢？他在等你。等我？在哪儿等我？当然是在他的家了。有什么话直接去找他去说。二位慢走啊。跟上我的。我要是说我没有感应，你信吗？你们暗部怎么会找你这样的人来执行任务？这么没心机，而且太不专业。嗯，你，我还有很多种追踪你的办法，要不要都试试？我没空跟你玩游戏。你找盛辉君是为了找到操控的人，对吧？我知道他在哪。说条件。保证他的安全。在路。哎，这鬼宅前两天不是封了吗？早就拆了。喘气了没有？你来了，还带来了一个来头不小的人。这件事跟他没关系，看见了吧？靠在一块儿，走也走不了。你要有什么事，直接冲我来。给我发请柬，让我去古玩拍卖会，暗地里给我消息的人就是你吧？是我。我是乔汉生。我跟你无冤无仇，
你为什么要陷害我？林雄是不是你杀的？猜对了。你用黄粱梦毒死林雄，又杀了几个知名人士，这些事都是你干的？你这个猜测可就不完全对了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之前死的那些人并不是我的目标，我没有杀他们，他们的死也不是我想看到的。至于黄粱梦，的确是出自我手，所以对于现在我只能说我不杀博人，可博人却因我而死。你说话能不能给我痛快点？搞了那么多事出来，不光想要陷害我这么简单吧？我只是想与几个故人聚一聚，了结一下彼此的恩怨。故人？你说林雄是你的故人？我们认识14年了。14年？你也和盛南孤儿院有关？说到盛南孤儿院，你有查到什么吗？我知道什么？凭什么告诉你啊？好，你不说没关系，那我来猜一猜。你肯定已经察觉到盛南孤儿院可能是个幌子，事实上它是个中转站。日本人把窃取的敦煌文物先放在盛南，再运到青岛，最后呢运到日本。原来你要带我来这儿。我一直以为廖盛辉只是你的任务对象，没想到你还真的很担心他。他不一样，他跟我的过去有很重要的联系。你答应过我，要保证他的安全。你不进去吗？我不方便进去，但是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同伴。我跟着廖盛辉，只是要找那个跟他一直联系的人。至于廖盛辉的死活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要是敢不听我的，我就杀了你。你故意装出很冷酷凶狠的样子，就像是一个孩子故意要装成大人一样。你不要一副很了解我的样子。可你这个样子特别像我认识的一个老朋友。这次我帮你的忙，就当我还你一个人情。说你也是参与者之一，你为什么杀林雄？你要不要说说看法？我的看法很简单，当年你们两个一块去抢这个财宝，结果分赃不均，后来你就一把火烧了盛南孤儿院，现在回来找林雄报仇，是这样吧？错，全错。年轻人，你让我很失望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你看事情只看到表面吗？怎么办？我的计划就要快来不及了。什么笨不笨的？我告诉你，你干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，你随便干好，别牵扯到我。真相是需要你一步步去查的。你可是我选中揭开黑幕的最后惩戒者。
尝试不让自己触景伤情，为理想不去留恋旧风景。世界总是会不停旋转到原地，让人不得不去面对回忆。像旧照片，熟悉的背景，只是少了你在身边，开心的声音。为什么分开才铭记？铭记下我们的表情，只记得我们的。